美国总统拜登美东时间4月14号夜晚在北卡罗来纳农业与技术州立大学发表演说，但是在完场的时候竟然出现奇怪一幕，他竟然转向讲台的右方，望落似是准备同人握手，完场之后还背对观众，有些看来不知道自己应该行哪边。他的诡异行为在网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。其实拜登以往都发生过一些情况令人担心他的身心健康，例如他在2021年3月19号搭乘空军1号之前出现脚步不稳的情况，连续跌倒3次。